虽然最近鲑鱼之乱似乎取代了力挺台湾凤梨的议题，不过这却乡妇女会有鉴于复兴村是花莲土凤梨的大产区，为了力挺地方的农特产业，特别把模范婆媳表扬大会移师到复兴村来举办，同时带领着近千位姐姐妹妹们 DIY 制作腌制土凤梨，力挺在地的凤梨农。分批体验复兴村森林小火车游园，接着简单进行模范婆媳表扬大会后，就是像妇女会今天的重头戏腌制土凤梨 DIY， 在复兴村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杨清茂的解说下正式展开。当然说我来讲就不必没有偏头，只要你用土凤梨做出来就是香，就是甘醇，就是好吃。应该可以吧，很咸，来颗鬼鸡，这个味道很好，不要装得太满，装太满的话它发酵 会冒出来，对对对，好玩。日前大陆无预警宣布禁止台湾凤梨进口，全台群起响应力挺台湾凤梨活动，为花莲凤梨大产区的瑞穗乡复兴村，由于多数种植观赏用的凤梨花以及加工用的土凤梨，所以并未受到很大的冲击，然而在地协会社团仍出力相挺，到场的农会总干事黄胜煌也频频致谢，高度肯定，让我们农会能够这个一直业绩一直成长，那不管是在这个超市也好，在信用部也好，我们都成长的有一定的幅度了。妇女会理事长林玉梅表示，这一次特别将模范婆媳表扬大会移师到复兴村来举办，让姐妹们认识在地观光休闲农业，同时也力挺在地的凤梨农产。利用这个县政府给我们这笔经费啊，也帮助我们的凤梨的这个果农来把这些凤梨给它促销出去。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个 DIY 的活动，希望把这个凤梨的好处怎么去做，然后把这讯息传达到我们到每一个乡镇去或是到外县市。除了瑞穗，也力邀邻近的姐妹会光复乡妇女会一起来共享盛举，透过了实地的参访与体验活动，力挺支持台湾农民，也更加深入了解认识自己家乡的农产业。记者石玉兰瑞穗采访报道。